小型组合翼，真的是太棒了。来，哥哥把你带走哈。啊，吸起来。水哦，哎，那边有一颗红色的回收品，应该是动能核心，我猜。好，小型组合翼，提供少量的升力，太好了，又离飞机更进一步了。哦，啊，这个部分怎么办？这颗动能核心，太棒了，小心一点，不要炸了。把它升上来好了，应该就比较不会掉了啦。我们要走哪边？哇，这个地方上不去，这迫使我们要用着陆的方式吗？爆炸！哈哈哈哈哈！真的不行啊，这个有点难了，这个。哦哦哦哦 ！Nice。这边应该可以硬 A 吧？可是我将会碰到呢，我就知道。这边好像比较低，我们应该可以从这边落下吧？那边太高了，我们从旁边落下好了。从旁边缓缓，错姐，怕，怕。哦，这边的话，受冲击力道应该就少了一点点啦。哦，还是不行，太远了。哎，刚是不是有成功的迹象啊？再一次，到底是怎样啊？乖乖起来，居然太神啦！可是我怎么觉得我下去还是照样爆啊？就差这么一点啦！就算我残废，我也要送到底。就算我残废，我也要使命必达。啊！有，转过去。哎呦！啊！相信自己。No！你他妈的可以过去吗？干，随便的啦，烂游戏。再一次吧，这是垃圾游戏啊！你说你不垃圾？过关，耶！快点吸上去啊，王八蛋！终于啊，太棒了！我揍人了，这么难收集。然后那边还有一个，过去看一下了，不会再晃了吧？非常好，这是什么？摩托车座。我们今天才讲到摩托车，可能有点不太行，就多了一台摩托车座。而且你看哦，这个摩托车前面有自动可以转的那个荷叶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带走。哇，那这样子我们下一集来搞一台摩托车算了。耶、来看一下摩托车座。不对啊，按你这个摩托车座这样子上去之后，你这两侧还不是一样要装荷叶？轮胎这样子装的、哦、你是横着开的摩托车吗？算了，暂时无解，可能我们还是有一些相关道具没有入手。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些相关道具没入手，所以说没有办法。等到之后拿多一点再说好了。来，我们再去前面看一下，去我们往这边走看看好了。气质，然后又会爆炸，现在都在高难度就对了。不要啊！你不要这时候翻车啊，大哥！
欸，他居然停在空中。哦，没事。哈哈哈哈，刚刚是发生什么事了？这么的佛啊。哎呀，我以为我要重新运了呢。哎呀，太神啦。撑下去。我居然没有爆欸。怎么会这样子啊？怎么会这样子啊？欸啊，我要靠近你就跳了是怎样？欸，明明这边就可以上去。好，我们走这边上去就好啦，白痴啊，浪费一堆时间。 OK， 赶快把这个做一个运送啊，我要赶快再往更深的地方前进了。明明这边就可以回收，为什么非得要对面呢？小心开，小心开，不要碰到了。等一下，这也太多了吧！满满的恶意，我觉得我干脆用走算了。啊，这种宁可用走的，对不对？好像也比较好一点啊。没关系。生命会自寻找出路，老头自己找到出路，我们有出路了，实在是太棒了！关关难过关关过，老头又突破了一个关卡，耶、yeah, boy， 太爽啦！哇，等一下，又一堆，好哦，这是为了让我拿到前面那一颗回收品所铺的路吗？啊，王者之路哦，而且这里居然没有回收站欸，太过分了吧？那这样子我要回收好麻烦。对啊，我要回收超麻烦欸。啊，这边的回收品在哪里啊？右边这里。哎呀，有回收站，我看到了，先去踩点，不然待会要重走挺麻烦的。哦，有要求，先踩一点，先踩一点，这个必须踩啊！从哇，呜、哦、，Oh my gosh， 上面也是满满的恶意啊！哎呦，好险哦，差点归西，哈哈哈哈哈 ！Yeah boy， 好，接下来想办法吸这一颗哦，觉得我的驾驶技术非常的 OK 啊，没问题，你看，差一点没事。好，动能核心是吧？我要把你带回家了，动能核心，快点，听话，吸起来啊，听话。啊！嘿嘿嘿嘿嘿嘿嘿！为什么不听话呢？原来我没有把它往下，奇怪，我记得我往下啦。好。然后存个档，这样就不会再搞错了。来，气死人了！吸，好，可以回家了。大家可以回家啦！耶、yeah ，太棒了！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它不会消失，它不会消失的。哎、欸。就是可以把它推进去，是不是？吸起来啊！哦，现在都一定要至中它才会上去，是不是？啊，动能核心 ，nice！ 哦，太棒！哇、哦，真的是有点啊，烦躁。老实说，好啦，我觉得我们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哦。对啊，先到这里结束啦。之后呢，我们再看看。之后呢，我们再继续探索另外一半部分的这个深木林，不是深木林，已经到了什么中木林啊、哦？中木林这个部分，好不好？我们下一集再继续探索下一半部分，好不好？那么希望大家会喜欢啦。那今天影片先到这啦。如果喜欢影片的，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选外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集开拓者再见面啦，下集再见，拜拜。